这么艰巨的任务，交给谁我都不放心。这样吧，我亲自去。好，朱营长身先士卒，精神可嘉，本师长佩服你。但我有个条件。请讲。我要带一个助手。这是肯定的了，我们本来也是计划派两个人去。 这个助手必须是我绝对信任的人，所以我要自己点。可以啊。那就我儿子，特务营特派员贺元宝。这怎么行啊？我要组织全盘行动。全盘行动，请于师长在重庆安排人。上阵父子兵，于师长，除了我儿子，我不相信任何人。 好，朱营长，你太让我感动了。如果你们父子二人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，我将通电总裁给你们嘉奖，重重的嘉奖。我的金针儿啊，我金针儿啊！ 你死的冤呐！都是你妈那老疯婆子把你害了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！我去你妈了！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！我让你送，我让你送啊！金枝啊！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？我去你妈！ 把东西给你，你还要急死的啥呢？我的宝贝女儿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我的金针儿啊，金针儿啊，你死的冤呐！哎呀，金针儿啊，你死了，爸爸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你啊！行了，别哭了。 死也死了，埋也埋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金枝就是叫你害死的，你不给他钱，他能死吗？能死吗？哎呀，金枝啊！是我害的，怎么的？啊？你还想让我跟他一块儿去死啊？你现在就去死，你现在就去死！行，你陪我吃完这顿饭，我就死去。好。 我看我陪你吃完饭，你死不死啊？好，快上啊！好，准备，好，好，备，登，上座，转。 同志们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守住这座大桥，绝不能让敌人靠近一步，哪怕是一只小虾条，都不能让他落上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听我口令，一排左，二排右，马上到各自的岗位行进。十三。同志们，抓紧点啊！ 九点钟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准时赶到庙阳车站，大家抓紧啊！吴冰糖，我跟你过了一辈子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有过跟我一条心的时候？ 你说呢？要我说啊，没有。你从来就没有跟我一条心过。当初你是倒插门到我们贺家，你图的是我这个人吗？你图的是我们贺家的钱？这不假。你说就你这个长相，我说图你这个人，你能信吗？
图我们钱也行。这世上啊，有的夫妻呀、啊，一开始感情也一般，可是过着过着啊，有了儿女以后啊，这感情啊就好了起来，两条心就变成一条心。你说，我跟你过了一辈子，儿女也有了，还不是一条心？你跟我一条心过吗？你不跟我一条心，我能跟你一条心吗？这话不就说到根上了吗？我不和你一条心，那是你太防着我了，时时处处防着我，像防贼一样。就你这样，我想和你一条心，我能做到。而且你欺负我，就像捏面团一样，想捏一个什么形就捏一个什么形。我这辈子活的呀，是忍气吞声啊！我活的他妈的不如一只蚂蚁。你知道根儿在哪儿吗？你太想有钱了，你想的脑瓜子都裂成八瓣了，贺子胜。不，你姓吴，你叫吴炳达。吴炳达，你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，叫争者不足，让者有余。其实啊，这些年你不把钱看得那么重，一心一意跟我过日子，这千德峰的万贯家产它能是谁的呀？啊，还不都是你的吗？我一个女人，我能花多少钱？我要钱有什么用啊？你早跟我说这话呀，你把钱把得紧紧的，就像把你命一样。因为我知道你要有了钱就能要了我的命。那是我恨你不让我有钱呢。如果当初你把钱给了我，我不会有那样的想法的。这么说是我错了？吴炳达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个王八蛋呐、啊！你要有了钱就能把人踩进泥里。来，祝贺一下，为了这么多年我没被你踩进泥里，干一杯。行啊，你不是说吃完这顿饭你就去死吗？来，干。这些手车一会儿会挂上车头，作为探路车在前面行驶。他经过之后，拉两辆车才会经过。你们到了长河大桥以后，只要听到枪声，立刻跳车，安放好炸药，然后向东北纳特撤去，那边有接应部队。你们两个明白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行，大家出发了。出发了，大家动手。出发。吴炳达，你说咱这辈子算是有钱人吧？算呢。那你说咱过得好吗？哼，
天底下叫个人就比我们过得好。你倒是说了句实话，咱是有钱，可咱这一辈子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整天提心吊胆，疑神疑鬼，怕人抢，怕人偷，怕人借，挣着了乐的呀，夜里睡不着觉，赔了心像放在火上烤，赚多少都不嫌多。为了能赚着钱呢，什么缺德事儿都干了，坑骗啊，往粮里掺水，往面里掺灰。哎呀，眼看着钱一天比一天多了，可钱多了有什么用啊？遭人嫉妒，遭人恨，遭贼惦念。最伤心的是，一家人再也不和睦了，一个人一个心眼儿，老的怕少的往兜里抠钱，少的怕老的早点死，夫妻之间面和心不和，个人揣着个人的小算盘。都说钱是好东西，这是好东西吗？这是要人命的东西啊。要人命那就对了，不要人命那钱还有那么贵重吗？啊，来，为了这个要人命的钱，咱俩再干一杯。来，快喝呀，喝完好死。哎，老乡，干什么呢？干活呢。干什么活呢？割大草呢。现在这个时候割什么大草啊？坚决不让你割大草。是，那边不好，过去。哎呀，吴炳达呀，我这辈子说是坑在钱上了，不如说是坑在你的手里了。你和凤娇生的这个儿子元宝，我原本想为我们贺家传宗接代，可是没想到这个畜生比你还损，比你还坏。我还没死呢，就把我的财产夺去了，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的吧？对呀，这步棋你没看出来吧？还有，你当初相中的这个大金牙姑爷，这个畜生，也是为了钱打死了我的女儿，我恨他。这下都利索了吧？我问你，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亲人呢？就剩你自己了吧？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想要钱吗？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人不能把钱带进棺材里，
钱却能把人送进棺材里。吴炳达，嗯，我死了，你还想活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死了，钱全部归我和我儿子。我不好好活着，我对得起谁呀？哎呀，你还是不相信那句话呀？钱可以把人送进棺材里呀。我倒想看看，钱是怎么把我送进棺材里。怎么回事这是？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钱可以把你送进棺材里。哎呀，胡炳达，钱对你对我都没用了。你真是个恶心心肠的女人。吴炳达，跟我一起死吧，啊，跟我一起死吧。哎，你个毒女人，来呀，我他妈死了也不会让你好好活着。我怎么的，我怎么假死我不是你儿子，元宝不是我儿子。锁头是你儿子，什么？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记得你生孩子那天，我们把孩子抱出来，后院着了一场大火，是我要
能陷害宝虎子，何能去把两个孩子给我？橘子队长，橘子队长，橘子队长，土匪袭击长沟大桥，有宝虎子吗？不知道。朱书记通知你，优良车队不要先去妙望车站，听候命令再行动。哎，小郭，你去通知优良大队，把你的马给我，我去一趟长沟大桥，快！元宝，怎么爹？你知道我这辈子毁在谁手里吗？爹，你说这个什么意思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啊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毁在谁手里吗？真没懂你的意思。我是个土匪呀，但我并不邪恶。我一生爱着一个女人，我也相信共产党。本来我可以走上一个光明大道，把我一生爱着的女人娶到身边，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了，是谁一手造成的？你该知道吧，爹。你那个意思是，我造成这一切，是吧？对，对，是我造成的。我不是你儿子吗？啊！你当初不是说过，爹护着儿子，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骨肉之亲，血脉之情，这是没得选的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啊！你他妈是我儿子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爹？你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？咱们就是去炸一个桥，还有接应的人呢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连我是不是你儿子你都搞不清楚了吗？啊！我是有个儿子，但不是你。那他是谁？你告诉我。锁头，你是贺无能的儿子。弟弟，弟弟，你太紧张了，都胡言乱语
天杀的，我怎么这辈子就毁在你手里了？你手里了！二叔，我想干啥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叔，你犯了多少罪？你杀了陆书记，你带领你手下的土匪投靠了国民党，你今天还要炸桥是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一个穷苦出身的铁匠，你咋那么恨共产党呢？别说这么多了，今天这桥我非炸不可。想开枪你就开枪吧。我爹死是被你手下人杀死，你
你爹不是我手下人杀的，是大金牙杀的，那不也是死在你手里吗？你当初如果不救大金牙的话，我爹会死吗？对，我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。开枪吧，孩子！开枪！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？往这儿打！往这儿！不能开枪啊！干娘，他要炸桥吗？能不开枪吗？锁头，他是你爹。你说啥呢，干娘？他是我爹？是你亲爹呀！你咋了，干娘？你说啥呢，干娘？他怎么能是我亲爹呢？因为我才是你的亲娘。他是我亲爹，你是我亲娘。我生你的那天晚上，凤娇也生下了元宝。钱匣子在后院放了一场大火，他本来是想陷害你爹的，可是贺无能趁乱就把你和元宝换了，元宝就成了我的儿子，而你又成了冯乔的儿子。孩子，你的亲生爹娘是我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什么？孩子，你别怪娘，娘以前也不知道。刚才贺无能把钱匣子掐死了，钱匣子临死之前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。孩子，我是你的亲娘。娘，娘，王虎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看看，这才是我们的儿子，这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你快把炸药包放下，你快放下呀！你难道要当着你儿子的面把这座桥炸了吗？橘子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今天这个桥我非炸不可，非炸不可！就算你是我爹，但今天只要你炸桥，我一定开枪。好，开枪。
儿子，开枪！不是假药，原来你不想炸桥是吗？原来你不想炸桥，但是你为什么逼我？你为什么逼我们开枪？司徒，这是炸桥前大哥交给我的，让我一定收给你。司徒，不久前我才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知道的太晚了，太晚了。我一直把元宝那个狗杂种当成我的儿子，为了他，我背叛了你娘，背叛了共产党，还亲手杀害了陆书记。我已经走上绝路了，我对不起你和你娘，也对不起共产党。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保住国民党要炸的长沟大桥，给你创造一个大义灭亲的立功机会，用我的命偿还我这一辈子欠你和你娘的债。儿子，好好孝敬你娘，替我照顾好她。你娘这辈子太苦了，我已经安排刘宝禄带着兄弟们投奔你，让他跟着共产党走，永不变心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普天下的中国老百姓。我终于看明白了，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，太晚了。爹，
玉燕，玉燕，该你了。玉燕，玉燕，真的是你啊，玉燕，真的是你啊，傻丫头，不是干娘，是娘。错了，你的戏我看到了。干娘不是干娘，干娘是亲娘。玉燕，锁头，娘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终于盼到心里没有一点乌云的这一天了。那是谁啊？谁啊？他是不是你陆叔叔？陆叔叔？他哪儿呢？陆叔叔。哎，下来了。